嗨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要来玩一款选门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只要选错门就会死。那我们就开始来玩吧。这边的话有好几个章节可以选，那我想要先从第一个章节开始挑战啊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这边前面有四扇门，那要选哪一扇啊？中间这边有一个提示，他说三号门是出口，所以是三号门吗？试试看。哦，答对了。好，再往上走吧。这里的话，中间的提示他说出口在二号门之前，所以是一号门吗？试试看。哦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然后这边的提示他说出口是三号门 ROR 是什么意思啊？总之先选三号门看看吧。哦，所以那个 ROR 是没有意思啊，答案就是三号门。那这里的话他说第一扇门是出口，第一扇门这边有一个数字一的门啊，可是这个应该就是代表说它是数字一的门而已。那提示呢是说第一扇门，所以是这一扇吗？哦，被我破解了，还想骗我。那这边的话他说提示在这附近找到它，提示，所以这边要找提示啦。这边吗？还是树这里啊？树这边有一个数字，数字二。好，我们选二号门吧。有了，接下来的话要算数了。看一下这边，二加二，然后加五等于九，然后减，我们先算后面的刮胡吧。五加二等于七，所以是九减七等于二。二号门，咦，上面没有数字哎。啊，门前有木板，这个是四块木板，所以代表这扇门是四号门啊。三块木板，这扇门是三号门，所以我们要找二号啊。二号是这扇吧？有了，崴了。接下来的话，这边一样算数，二加二等于四。咦，这也没有数字哎。啊，我直接选 D 吧。哦，果然是 D。然后接下来的话要来跑酷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碰到这雷射。来这边。过来，再跳 ，OK OK， 非常的简单啊。好，接下来的话，这里一样要找提示，提示这边哪里有提示啊？这边吗？哦，有哎，这里有一个 A， 所以是要走 A，Nice， 过来过来了。然后这边没有提示啊，啊，在这。这里他说有多少条绿色线，一共有四条啊，所以选四号门。有了，过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要选蓝色的数字，蓝色数字在这里。然后这边的话要选罗马数字的二号门，罗马数字、啊、这边数字变了，那二的话是两撇。接下来的话，这里他说跟着指示走，指示是这个箭头吗？箭头说二，那就二吧。哦，过关了，第一章被我过关了。好，接着来挑战第二章吧。哎，第二章的第一关这边，它上面的面板。一号门上面写说它是出口，然后二三四都说他们不是出口，那就选一吧。啊，这边第二关的提示他说二号门是骗子。二号门来看一下，二号门上面的面板他说，出口是三号门。那二号门是骗子，所以二号说的是错的。那三号也可以排除了，二三都可以排除。那一说它是出口，四说一是出口。那答案就是一啦。然后这一关的话，他说一面板正在说谎，还是有一个面板正在说谎。
我来看一下吧。这边先从一号开始看。一号说，四号说的是真的。四号，那四号说一号是出口。那二号呢？二号说一号是骗子。所以一二四全部都牵扯在一起了。那三呢？啊，三说他自己是出口，唯独三没有跟一二四牵扯在一起啊。那我们选三吧。好，果然是正确的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他说那边有一个出口的提示，是这个火箭吗？这个火箭指向四，那就是四咯。好，接下来的话，他说这边有几个水坑，一个，那就是一啦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提示他说耐心非常的重要。耐心非常的重要，这个有提示跟没提示一样啊。好啦，这里看一下要怎么过吧。地板上有一些木头，那这个木头都是三块木头，会不会跟三有关啊？看一下这里，这里的话，一号门说他自己是二号门，然后这边这扇门说他自己是一号门，然后这扇门说他自己是四号，最后一扇门说他自己是三号，所以要选哪一扇啊？跟那个木头有关吗？那我们就选这扇看看。哦，果然跟那个木头有关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上面的面板说出口是一号门，出口是一号门。试试看，不是啊。啊，这一关到底要怎么过啊？答案不是一，来看一下这里的提示吧。他说一号门是正方形，二号门是一条线，三号门是圆形，四号门是三角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唯独二号门不一样啊。二号门是一条线，然后其他都是面啊。一呢是正方形，三是圆形，四是三角形，所以答案是二，对不对？试试看啊。哦，果然是二。好，那这一关的话，他问我们说墙上有几条蓝线？墙上是这个墙吗？一二三四，所以是四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这一关他说答案在迷宫里，答案在迷宫里，这边可以进来啊，这里有个迷宫。答案在哪？这里啊，三号门，然后下面写说相信我。好，那就去走三号门吧，我们相信他。来，三号门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他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真实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。真实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，什么意思啊？来看一下上面的面板吧。一号说四号门正在骗人，然后四号说三号在骗，然后三号说一号在骗啊，唯独二号呢说他自己不是出口，那我们就选二吧。二最奇怪啊。来，接下来的话，这边他说二和三讲的都是真的，二和三讲的都是真的。哦，二和三都说自己不是出口，所以二和三可以排除了。那一和四要选哪一个啊？一和四都在讲对方是出口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告示牌啊，来看一下。这个告示牌说有一个人，他叫做四号，他遇到了一号。那他们两个呢，玩在了一起，直到一号被骗。所以四号是骗人的，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，四号他说一号是出口，所以代表说一号不是出口。那一号他会讲实话，所以答案是四号。Nice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他说什么啊？试试看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这边吗？他说有时候真相就在墙壁上面。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三。好，我们选三号门吧。哟，第二张又被我过关了。好，接着来挑战第三张吧。来吧。这一张的话，哇，越难了哎。来看看书上说什么吧。他说在回忆中，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紫色的书，紫色的书，紫色
的书是这个吗？这边有三本，所以是三号门吗？试试看吧。哦，对。然后这本书上他说，第一天，今天我制造了我的第一罐药水。药水啊，他的药水在这啊。然后要选哪扇门啊？该不会是一吧？果然是一。然后这边的话要选数字，然后走这个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选哪一个数字啊？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奇怪的东西。他说这不是提示，可是他还骗人啊！这边有一个超小的数字，数字三。那我们就选三吧，黄色这条线。来来来，这边走。走绕过来，好，是这扇门。然后这一关的话，这条算数学对不对？他的年纪是19岁，然后19加1等于20，然后20再除2等于10，10减6等于4，所以是要选4号门。然后这边有另外一本书，他说 x 等于5，为什么要写这个啊？ x 等于5。总之先过去看看吧。好，我还过来了。然后这一关的话啊，那个 x 要用在这啊，这里问你 x 减 y 等于多少，所以要找到 y 在哪里啊？ y 在这， y 等于3， 5减3等于2，所以走2号门。简单简单简单。这一关的话他问我们说有多少朋友醒着啊，要看这告示牌对不对？他说在某一个夏天有四个朋友，他们玩在一起，然后有一个人回家了，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跑去睡觉了，啊，醒着的有三个对吧，所以就是三号门。这边有一个很小的字啊，他说我是三号门，所以是这扇吧。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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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。 然后这边的话，第999天，生活是困难的，但是不要放弃，不要被任何人打败。什么意思啊？有提示跟没提示一样啊。不管啦，从一号门开始走吧。哎，这样一猜就猜对了。哎，好，再来再来再来。这边呢，他说今天感觉好多了啊，希望这个感觉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提示提示，哎，书上有一个很小三，好，选三号门吧。哟，第三章也被我过关了。好，接着最后一章，魔王章节第四章。哎，我可以过关吗？这边提示说，提示在这间房间里面找到他。好，来找吧。有呢，啊，是这个吗？被挡住一半的数字，那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一啊，我们选一吧。Nice nice， 选对了选对了。好，继续往前，来吧，往上跳往上跳。来这边第二关，他说三号门是骗子，来看一下三号门说什么吧。三号说二号是骗子，那二号说三号是骗子，那一号门说四号门是诚实的，那四号门说他是真的出口，那我们选四号吧。来这边的话，他说出口不在三号之前，不在一号之后，所以出口不是二嘛，那二可以排除了。那三号门他说二是骗子，那二号门他说三号门正在说谎。咦，二三是怎样啊？打架了？来看一下四号吧。四号说一号正在说谎，我们来看一下一号。哦，一号的门上写着一个死字，那四号说一号在说谎，所以代表说一号是可以活的，对吧？来吧，那下一关的话要算数学啦。四减七加四，四减七等于负三，负三加四等于一，直接选一。Nice nice， 非常顺利。这一关的话有几个水坑呢？一二三，三个水坑啊，选三号门。三号门在哪啊？这边，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字啊，说他自己是三号。来，然后接下来跑酷，
哎，跑过去，跑过去，地板上有一些木头啊，都是三块木头，这边也是，记一下吧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边要算数学了。8-6=2，2+2=4，4除以2=2，所以是这扇门。还是接下来的话，这边又要算数。这里的话 ，b=1，i=5，s=9，然后旁边有一个算式 ，s-i， 所以是9-5=4，然后4+1=5，所以答案是5。这扇门。然后这一关的话。中间这边他说从答案中减去一，从答案是什么啊？这边有个问题啊，他说有几条蓝线在墙上啊，这边有一条，这里两条，三，然后3-1=2，所以是这扇门哟，过关哦，全部都被我过关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实况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